你这两只来切一角，那今天看什么狗混种这里用起的弄会算，做糖醋做红烧都可以。一二三四，我选几只六包括五包，不止的，六包括八包。老板，你给我。啊，不要几只，头前几只啦。哎呦，我已经做好米啦。我惊死哦啦。啊，头前几只，好，因为八包哦。好，安尼一包等下，我来。啊，进分有帮我做便当啊。 幸好嘛，冇替我存扎等咯。小姐，这盘五百，饭五百。来买一罐啊，五百啊。鱿鱼花啦，两百块啦，发下来。来，鱿鱼花，博南专卖店呢，专门喝呀。开较济啦，伊开较少啦。爱知哦。 来，拜招嘿！我还没有下班，下班，等一下快下班十点，大概看这状况应该也是十点左右下班吧。来了，要一花了，两百，看较济嘞，然后一百块，当一百块哦，当无偌济哦。 一百块，五十个来，两百块人来无？外面这边买两百比较多啦，嘿，一百块一点点而已啦。我一折，一折有诶，有诶，看所在哦，有诶十分钟，有诶十五分钟。啊，我较无离得消，我较无离得消，我一折两百分钟。 买三十个送一个，天天看，天天看我直播，哎，忍不住就会来买了，我懂。住哪里？ 中立哦，中立还好啊，来这边还好啦。你被红包币吗？两百，你要带一份呀？好来。那我先请买一块雪，$10。$17。你放在一份呀？反而我觉得在美国，反而要买那个内脏类的，反而便宜。 啊，两百块人来无？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因为美国人不吃内脏嘛。两百，我们够买两百。哇，鸡啊，油鸡啊，鸡卡啊，卡啊，他们那些都吃。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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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。来，两百块，够两百块人来无？两百。来。 Baby，你要想一下，在美国在外面随便吃一餐就多少美金呢？两百块，来两百块够人来不？好好好，小吃不吃吃，两百块够人来不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，无人来一百，一百好妹妹，一百，来一百块上来，来一百块。来，小景。一百块妹妹。 一千，看他不玩吧。来，一百，一百，一百，来。OK。一百块够人来不？鱿鱼花。内脏只有亚洲人吃，对啊，所以在美国吃东西买内脏的话会相对划算啊。没有没有，在美国。来，鱿鱼花够人来不？很多东西很便宜，看你要买什么。鱿鱼花一百块。在美国海鲜算贵嘛，可是肉品就算便宜的。 我看我朋友在买那个牛肉，美国牛肉真的便宜啊。那个鸡肉啊？那个是全鸡对，鸡汤，那全鸡鸡汤，你要鸡汤是不是？全鸡来来，直接给汤，直接给汤过来。给汤啊！哎，来我帮你拿。350。好。350。350来。350来。来喝。
你先拿着。好，钱我再帮你拿。OK， 好。好在美国吃汉堡，一份小小汉堡250，不是因为它肉贵，而是在美国的人工非常贵，人事成本很高。我记得纽约州的最低薪资是14块，然后联邦法定的最低薪资不得低于7.45块美金嘛。那我记得有些地方好像时薪21块、22块美金还找不到的。拜拜。Baby 应该是华人吧？嗯。